来来来，过来来来，大伙儿都过来，老叶，老叶，老叶，啊，下来下来，老叶，带点水下来呀。没了，没，我太渴了。大伙儿听一下啊，你们应该能看出来，我平常有点分裂吧？你们必须要学会区分哪个是我，哪个是另外一个我，给你们投资，修赛道，啊。 整各种小活儿给你们送福利，这是好的我，另外一个撤回投资了，辱骂赛车了，撤回赛道了，那都是他干的，他是坏的，所以那个坏的不管说什么你们都不要听。昨天做 PPT 的是 坏的那个我呀，那天开车碾压李奥多那个，那肯定是好的我呀，我车技好呀，那不让参加万事邀请赛是哪个呀？好人版的我。那我那个助理呢？坏的。哎，我觉着啊，不能以这个好坏来分。那要愣要分好坏，我还是觉得昨儿那更好一点。你怎么还叛变了呢？那昨天给我当助理那个和那天侮辱赛车那俩是同一个人啊。那今天这是哪个呀？哎，我太乱了，根本听不明白。 眼镜儿，你那天是不是在旁边机车俱乐部的时候，你戴着眼镜呢？那天特别冷酷，都没怎么跟咱们说话。眼镜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眼镜那个话少，沉稳像好人；不戴眼镜这油嘴滑舌是坏人。老叶，你们都弄反了，我才是好人，戴眼镜的那个才是坏的呀。你精神分裂吧？ 你电视剧看的少，你不懂，这个叫双重人格，意思就是两个人性格完全相反，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干了什么。通常情况下，在电视剧里面，就是一个杀了人，一个不知道。谁？哪个杀人了？就这样吧，好吧。以后你们只管相信不戴眼镜的我。 啊，也就是现在的我，那个戴眼镜的，不要相信他，不要听他的，好不好？好吧。老叶。啊，谁呀？老叶，我在这儿。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有事儿啊？ 有事儿，你说，你摸着良心回答我呗。你摸着，你摸着。啊，50万，跟万事邀请赛的冠军，选哪个？你傻吧？万事邀请赛冠军是100万。200万呢？你那200万我还你了，你别没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万事，或者中汽联，要给你200万。 跟这个万事邀请赛冠军，你选哪个？我跟你说啊，振东 ，C3C 决战时，我因为糊涂，因为缺钱，我听了你的话，张弛一发之后就后悔了。万幸下雨了，要不然我一辈子也原谅不了自个儿。以后飞驰容易高于一切，你知道吗？那300万呢？怎么回事？你们说说。CCRC 跟万事邀请赛，那能是一码事吗？后者就是一个商业比赛。 互相吹捧用的，拿个亚军丢人吗？不丢人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想说的是，你呀，是个明白人，你是咱们整个车队的领头羊，话事人，老大哥，你得冷静理性，就像这个钢弹一样稳固。遇到机会，咱们得抓着，明白了吗？嗯。我相信你，你把我转回去。 你给我出去！不是待会儿，烦人！魏总，车是我开的，我知道错了。什么大不了的比赛，非要用我的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比赛，赢了吧？输了。 输了，开着我的新车你输了，输给谁啊？哪个车队的？
飞驰车队林振东，你开着我们万事车队最厉害的车，以一个职业车手的身份输给了一个富二代业余的。魏总他真的不业余，一直压着我开。而且，他知道咱们车队最新的发动机技术。不可能，我们的新技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透露过。这是我们万事邀请赛的秘密武器。是真的。他说。 你们这新发动机啊，确实厉害，不仅这个全油加速快，而且呢，在刹车点的控制很精确。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林振东知道了，那就意味着整个飞驰车队都知道了。出去吧。 魏千里发个300，他应该能明白是300万找飞驰议和的意思吧？上个时间线他就拿着300万议和过一次。回来，我跟你说，我上次可牛气了。魏千里过来找我求和，我呀拍着桌子瞪着眼珠子，我给他骂出去了。该骂，魏千里啊不是什么好人，他呀抄你作业，抢你冰棍吃，我记他一辈子。哎哎哎哎哎！ 哎，你说，他再来找我求和，我答不答应？傻瓜才不答应呢！第一步已经完成了，但还有个问题，不能让戴眼镜的林振东来干扰我的计划。我不能睡觉。啊，余惊一场。 第一次来你们这儿，还挺温馨的啊。啊，这只是我们很小的一个办事处，还好多呢。对。我今天来啊，是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我从中汽联听说呀，为了扶持像飞驰这样成绩突出、规模不大的小微车队啊，从下赛季开始之前可以申请一笔300万的扶持基金。300万？那怎么了？ 哎，不对呀、啊，那这事中汽联怎么自个儿不跟我们说？我得从你这儿知道啊。我是好意的提醒你们啊。飞驰车队拿了 CCRC 冠军，那是不是代言啊、赞助商多了？那如果万事邀请赛飞驰继续赢的话，以你们这种成绩，性质不一样了呀，还能算是小微车队吗？哦，那就是说，要是邀请赛，飞驰得输。 才能算小微车队，还能拿这300万的扶持基金，避避风头啊！你不拿冠军，亚军也有的争啊。不过我们车队还是特别希望见到你们能用这笔钱发展壮大，大家共同进步嘛。 林振东呢？不知道呀，一个半小时前就说往这儿赶了，还没到呢。我这不越着急越乱吗？
飞哥，咱们换条路吧，我赶时间掉个头行吗？哎呀，前面有事故，走不了了。那你给我放点音乐吧，我就舒缓一下心情。可是问题是工具有吗？我不会整啊！你说一个动物救援的，这不是着急去速化啊？你说这车天天打黑不现场，爆胎了。这一路上我师傅打死电话了我。哎，行了，先不跟你说了。哎，警官，驾驶证也新日本。有，在车上。警官，徐满平。啊，对，是我。三角标呢？哎，啊，警官，备胎呢？备胎，我不知道啊。下面的师傅啊，谢一下啊。谢谢警官。民生路东段发生交通拥堵，有车辆爆胎堵住了自西向东方向车流，在排除障碍前，请对民生路段进行交通管制。这不上回查驾照那交警吗？怎么又是他呢？警官，哎，警官，师傅，啊，什么情况？我不会弄啊，这。我来。哦，等会儿啊，师傅。哎，警官。警官，哎，警官，还记着我吗？那个，咱们这交通什么时候能好？我着急呢。人人都啊，那个我换完才能走，你会换备胎吗？哎呦我去 ！CCRC 十五秒记录保持者，你去吧，我来。太好了，你换一下啊，我梳理一下交通。今天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专业的，这感情好。等会儿啊，喂。我也着急啊，我这走不了，堵车呢。魏经理是不是来求情来了？想让咱们让着他，不可能。郑驰，你跟我说实话，你有几成把握再赢我一千里？一半一半吧，毕竟这小子有点实力。老叶，你是不是觉得万事邀请赛只是个商业奖金赛，根本不重要？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要有了这300万，就可以好好备战下赛季 CCRC 了？不知道，我也很犹豫。啊。算账我都不会啊，但我就知道不服就干，能赢他第一次就能赢他第二次。兄弟，你没事吧？林振东，沈警官，你还没换完呢。换胎吗？我不会啊。哎，别跟我开玩笑，我忙着呢。什么情况？沈警官，我对汽修一窍不通，但我可以帮你。你说需要我做什么吧？可你刚才明明说……算了，没事，你走吧，我自己来。我从哪儿来呀？哎，你走不走啊？
你不多把车费给我呀？快点啊！你去吧，去吧。哎，林振东，你确定你没事吧？那你注意安全啊。其实昨天林振东好像跟我说过这事儿啊。我就给他发信息，一直没回。你发的什么呀？你发这不行，你得发这个。林振东，我是张弛，15分钟之内你再不来，我就把你视频发网上了啊！等我，我马上到。300万扶持基金有合同吗？有。写的挺具体啊，怎么样？举白旗了是不是？你们飞驰现在最缺的是资金，我这是雪中送炭。小何，哎，可算是来了。张弛正要跟魏千里签合同呢。这根本就不是中汽联的扶持基金，这是万事在议和。想挣钱比什么赛呀？开什么赛车啊？你们就直接说怎么想的吧。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现阶段飞驰车队最缺的就是成绩。我寻思来寻思去，反正还是车队的利益至上，还是应该车队利益至上。能这么想，我很欣慰。飞驰车队不议和，我上次很牛气了，魏千里过来找我求和，我给他骂出去了。怎么抢我词儿呢？您请回吧，魏总。我们一定会在接下来的万事邀请赛上全力以赴，争取跑出最好成绩。这么好个机会你们抓不住，太遗憾了。不过没关系，咱们赛场上见。赛场见。慢走啊。又双重人格了？没戴眼镜的，应该没换人。走吧，训练去。其实你心里很在意跟魏千里那场万事邀请赛，对吧？赛前紧张，很正常。再说了，换了新车，我得多练练。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承认一下，有这么难吗？上来坐会儿，敢吗？又不是没坐过，有什么不敢？
想好了吗？怎么对付危险里的新车？再好的引擎，再高级的变速箱，都无法保证一定能赢。因为这是拉力赛，比的是技术。他在踩刹车的时候，我还在踩油门。魏千里的新发动机能够保证在每一个入弯处比你快0.3秒。0.3秒固然可怕，不过我计算了一下，每一次踩刹车都比他晚一点，这样就可以节省出0.1秒。长此以往，他的发动机的优势也就没有了。但是需要技术的娴熟和足够的勇气。我的目标就是把失误率控制在10%以内，否则就没机会了。所以你这么疯狂地连着开了几个小时，就是为了保证在比赛的时候，你那1000多脚刹车的轻重和3000多次换挡的速度刻在你骨子里，形成肌肉记忆，是吧？说你不懂赛车，是我错了。说你是个自大的混蛋，也是我错了。怎么不跑了？没油了。你真当是跑这忙了？今天呢，就练到这儿吧。跟我回去，吉吉早点睡。我跟你回去，为什么呀？你不是我助理吗？哦，正好临近比赛了，咱俩练练体能，跑回去，走。我缓缓。我现在走会吐。那你上车吧，等老叶板车来了，跟着一起回去。真当我是文弱书生呢？再来一局。谁输，谁请吃火锅呢？走，一会儿见啊！这是哪儿？怎么变晚上了？老叶，张弛，你小子年纪轻轻的，体格不行啊。魏千里呢？魏千里呢？魏千里上午被你气走了。何止是被气走的，简直就是哭着跑出去的。小林总，你真好。不愧是我们飞驰车队的人啊。我把魏千里怎么了？你把他气走了呀？他来上门来求和来了，然后呢，我想为难为难他。他求和条件是什么？300万。小林总，真的神了，这都能算出来。你给拒了？不是，我本来要拒他来着，我还琢磨这词儿该怎么拒他呢。你这一下啪就冲进来，说我们飞驰车队不议和。等一下啊，那个。白天那个不是你吧？不是，刚跟你们说完，怎么分别两个我吗？不是我，怎么又让林振东给搅和了？没有，我还是觉得你那个第二人格比较好，因为他说的特别有道理。300万就这么给拒了？没，不是，他说的确实有道理，他都说了，我们再赢一次万事车队，赞助商就没问题了。跟赞助商没有关系，你的腿，腿怎么？你别咒我行不行？我腿没问题，你还不如你把你那个第二人格召唤出来。你喜欢他，你不喜欢我。好，我也不喜欢我。那放好了，我觉得你这样了，都已经这样了，也没退路了，吵什么呢？你们俩啊？我觉得你那个第二人格说的有道理，我们飞驰车队
就剩下最后一张底牌了，就是赢下万世邀请赛。哎，对，嗯，对呀、啊，万世邀请赛什么时候？20天以后啊。20天以后啊，嗯，给我一周时间，我准备准备。哎呦，算了算了算了，这犯什么病了？万世邀请赛是一场商业赛事，每个车队都各出奇招，突发情况非常多，防不胜防，仅仅靠提前部署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必须亲自上场。新的发动机就是在万世邀请赛上亮相，那是我们第一次感受科技带来的绝对碾压感。而这个时候的张弛竞技状态受到了情绪影响很大，一旦他感受到那种绝望和恐惧，就一定会完全失控，谁也不知道一旦历史改变后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万一张弛在我的指导下赢了魏千里，赛场上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和突发情况，这完完全全是个未知。所以你必须上。对，接下来该我表演了。首先，我要拿到车手培训证书。给的。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谨小慎微的本分人。我玩车这事儿，我压根儿不敢跟我妈讲。我妈到现在都觉得我在汽车集团造汽车呢。那你这精神压力很大呀。然后，孙宇强的家里人一直反对他玩赛车。只要搞定他爸妈，让他把孙宇强关起来，我就可以趁虚而入。你是叔叔阿姨好，我是林振东，是孙宇强的队友。队友？我们俩一直都在车队工作呢，开赛车。我要取代孙宇强，成为张弛的领航员。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但是整个计划中还有一个最不可控的一环。第一次深吸停，第二次深吸停，第三次深吸停和氧。那要是这么看的话，主要问题就是深吸停，不牵扯它就没事。喂，什么事儿？那个你认不认识沈警官呢？我闺蜜啊，怎么了？哎，太好了，那你快把他微信推给我。你要干嘛？环保人士和你的专家称，在游轮漏油事件影响的海滩附近，已经有上万名当地居民出现了多种恶心的不良反应，呼吸道疾病的症状。科学家们认为，泄露出的大量原油可能已经渗入海床，林生斌。7月27号，一艘载有62700吨原油。哎，沈警官，那个，你干嘛呢？你下周四是怎么安排的？这个具体的能不能咱们分享交流一下？有一个比赛，届时呢，我也会上场。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咱们这个当讲不当讲啊？你想让我看你比赛？不是，整岔了。恰恰相反，我希望你不要出现，你千万别让我看见你，好不好？你千万别来。群里有病吗？懂事。搞定！来，抓紧点时间啊！来了，金星、张文一都到了吧？到。我俩昨晚就在这儿了。啊，你们俩修车？有点什么也行。想什么呢？真是你俩讨厌你。哎，孙宇强呢？哎，真的，
好几天没看见他了。是啊，给打个电话，看到哪儿了？我给打一电话吧。哎，池哥，那天我跑去看了魏千里的新车，我感觉他改的东西不止发动机那一个地儿，肯定还有别的地方。他们车队那里要多，连神经病版林振东都没跑过，那是车的问题吗？人也有问题啊。这要是魏千里开的话，就不一定了。那天我们仨一块跑去偷看呢，你要听见那发动机的声，准得吓一跳，老吓人了。孙宇强来了，你问他。别问了，孙宇强不接电话呀。师娘啊，这别找了，找孙宇强还不如找我。哟，哪儿？最了解万事新车的人在这儿呢。这就是新车呀？什么玩意儿？神经病版林振东吗？这个没戴眼镜，肯定是。哎，别这么急着下定论。行了，我是好人版林振东，干嘛呢你们？神经病。小林总，你不是说要准备两周吗？你都准备什么了？多神神秘秘的。我把上场资格搞定了，万事邀请赛我给你当领航员。行行，你给我省点心吧，你来咱们车队不是带来惊喜就是惊吓，你能不能让我好好开回车呀？这场比赛没我你不行。为什么呀？你腿会断。嗯，你能掐会算呢？就即便你能掐会算，咱们这个赛车是专业的，你得有点专业知识和能力吧？你怎么参与啊？万事邀请赛一共分为两个特殊赛段，分别长为45.6公里和47.9公里。第一赛段呢是以砂石路面为主，下坡，而且海拔高度差为67米。这个13号弯和17号弯有视野盲区。第二赛段呢主要为上山路，然后是黄土路面为主。这个9号弯呢路基有所松动，所以通过率没有想象中这么高。专业吗？全中啊，一点没偷看。就这些词儿，孙宇强要背都得背一宿。你说实话，你背了多长时间？背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魏那台新车的所有数据，我都整着了，研究研究吧。啊？专业。行，张弛，就他吧，比我强啊。小子有点东西啊。3天之后。咱们一起看路。看路是拉力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开赛前，车手把自己的开法报给领航员，领航员来完成路书。第一次当领航员，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车手的习惯。提前2个弯报路书，发卡弯的时候不要报刹车点，切弯心的时候要注意弯心的情况。还有别的吗？没了。左三接右四。600米直道，左四接右四，直道500米后，右三见急，紧接右二，200米后右五直道，前方800米直道，左二接右三，600米直道，右三前方800米直道，左三紧接右二，左四接右四，左三直道500米后，紧接右三，紧接右二，200米，左三接右四，右二紧接右三，右三见急，600米直道，紧接右二，右五直道，左二接右三，600米直道，前方直道800米。就是这儿，就是这儿。池哥，不要！抢我台词儿，
的23号黑色赛车就是由魏千里驾驶的万世新赛季全新科技打造的火星车。可以看到它的直道加速是明显好于上个赛季的，那这也让它在发车之后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优势。欢迎来到万世邀请赛第一赛段的比赛。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上赛季的冠军飞驰车队的张驰已经来到出发线了，他驾驶的依然是6号的蓝色战车。不过我们注意到啊，张驰赛前是临时更换了领航员啊，他的这个新任领航员林真东是一位刚刚拿到赛照的车手。你知道领航员对车手来说意味着什么吗？你说我听听。你就是我的眼睛，你说往左我就得往左，你说往右我就得往右，前面是悬崖，你路数爆我就得往悬崖开。嘿，小嘴甜的，电话原封不动回去给李翔说一遍。好，绿灯亮起，张驰6号赛车全速冲出啊，连续弯道走线非常漂亮，不愧是 CCRC 技术最好的车手。200米右侧的道路偏转，小跳。不知道临时更换领航员是不是会对这位新晋冠军产生影响呢？你说我用你干嘛？我用你，我还不如自己开了呢。相信我啊，好不好？喂。我怎么就不冷静了？赛前是你说的，我是你的眼睛，我指哪你开哪，就算是悬崖咱俩也得一块儿掉下去。那你就带着我往沟里带啊。哎，怎么回事，怎么还起内讧了呢？后面还有第二赛段呢，落后13秒，你追个前三还是有希望的吧。谁内讧了？你懂不懂我什么意思？我现在要申请无领航员出战比赛。别呀，别呀。倦了，狂风飞沙，方向盘在手中，握紧又放下，将信息把握蓄势待发。要出发。我引擎声清晰，像点燃的火花。这一次该我决定，我自己想要去哪，就把能量聚在我脚下。谁能告诉我该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不想待在角落感受过蜕变之后，要你的自由就跟上我的节奏，哪一道能抢得到我。如果只问输赢结果，这战斗是我要较量，我如果能把那心跳声甩在身后，后命中勇气来发号指令，梦想做我的轨迹，看我肆意的漂移，冲撞着下一个奇迹。谁的旨意都无所谓，加速度的高分贝，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一直向前，绝不后退。不用谁定义我该往哪走，我要向着终点走。不用谁定义我哪天该成为某某，享受逆风的我，就算没有尽头，也没有理由让我收手。前方的野火。
不可怕，只问筹码。